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在周末假日，全花莲县就有将近22个阿美族部落伊利信同步的登场，县长徐正伟也感叹跑场，其中来到了今年花莲县联合丰年节大会舞曲反杂赖今天作词作曲者柯正克的部落，不跳县府官方的县舞，而是跟着夏德武部落自创的县舞舞步。现在就透过镜头一块来看看有什么不同。敢拖跑场的县长许正贵跳着今年县政府联合丰年节大会舞曲反杂赖今天的舞蹈轻快飞扬。同样的歌曲，玉里镇夏德武部落跳着自创自编的舞步，超级吸睛，就连县长也忍不住跟着学跳了起来。玉里镇夏德武部落不仅自编自创夏德武版本的县舞，2020年县府丰年节大会舞曲，不论是作词作曲还是演唱者，也全都是来自夏德武这个部落的族人。县长许正伟在赶拖行程中，也就特别多留了一会儿，与部落族人共庆同乐。是特别特别来感谢我们夏德武部落，在去年联合丰年祭，我们的五十爱的主唱者。唱我们的县歌的主唱者是我们的五十爱，出生于夏德武部落。再来今年的县舞的主题曲，班扎莱卢米阿阿尼尼，是我们夏德武的歌。所以在这里要谢谢我们柯正克以及柯正克老师，还有我们所有的部落族人，同意让我们夏德武的歌成为花莲县今年大会舞县舞的县歌。再一次感谢我们夏德武娘惹所有的三林哥哥，阿赖阿赖。大会舞曲反杂赖今天为阿美族语美好的今天，就是由玉里镇夏德武部落阿美族人柯正克先生所作词作曲，并由身兼咸猪肉嘎西肉乐团团长县议员哈尼嘎造重新编曲录音，歌词优美，容易上口，音乐节奏轻快，充满了欢乐。也希望如歌词含义一样，反杂赖今天，反杂赖明天，带给全世界反杂赖 Everyday。 记者石雨兰玉里采访报道。